今天要外出拍摄，天气超好的。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3月12日，久违的拍摄日，我现在要去买水跟茶。水超重的，第一天收工，现在要去老板家吃东西。饮料就更快撞了，好不好？没有想过好吃好吃。这个放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我们在草堂录的。他不是直接用那个那一块你买的。早安，今天是拍摄的第二天，现在我要先到下一个那个片场去。早上已经先拍完一波了。现在时间是快要6点钟，现在要转下一个景了。